我今天要立个 flag， 就是我回答这里最后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希望是像大哥坐在我旁边，对，坐在我旁边，然后他也问我一个问题，是要内心想问的问题。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者 Jackson 啊，我今天来挑战立个 flag， 你敢问我就敢回答，那现在开始。节目中分享了 V 脸神器踩雷经历，还有哪些种草跟踩坑经历啊？不要买那个脸神器，那上吊一样，各位。也不是说没有用，就是不是在睡觉的时候用的，一部分也是我的责任。你是属于那种会认真写评价的人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评，但是我会推荐，因为我在跟浩哥录一个节目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经常住在一起嘛，飞宇还有嘉伦哥。就是经常分享给他们。我发现我跟飞宇也用一个身体乳，新歌霸占很多榜单榜首，会以上榜为努力目标吧？没有吧，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做，目标是挑战上一个的自己。但我是每一次看到有一些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发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哎，他也可能不认识我，他也可能不了解我，他唯一看我的就是通过我这个作品打动了他，或者他觉得哎不错的，那对于我来说我是很有成就感。都说王者是追星界的打卡达人，是不是没有王者追不到的星？新浪的 CEO 打算做怎样的努力？见到他跟他拍一个短视频。除了我，全世界都在偶遇王嘉尔。偶遇王嘉尔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？官方活动吧。最能吸引热心王嘉尔过去观览，吵架斗殴地 A B B 是大型活动促销现场。这只是一部分我会去的地方，因为都会去吗？我不知道有一些是什么叫相亲角，就是一个角落是专门给相亲的人的嘛。公园就有一个区是专门相亲的，对，完全没有发现这个区，我下次去看一下。我看到我每一次经过公园，就是看到大哥们在一个乒乓球桌上，然后一个卡就啪啪这样，然后我就哇发生什么事去看一下，原来他们在玩什么牌。然后也有时候我听荣浩哥说也有些人在打树，我也没有还没有发觉，所以应该再去走走。大家调侃 Team Wang 企业文化是蹦迪喝酒理头发，要不要为自己公司证明？这个是放松的其中的一个状态吧，毕竟是人嘛，该庆祝的该庆祝。就是想要入职 Team Wang 的话，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？想法不要被框死，想的天马行空一点，在你的领域里面有一定的知识，然后再加上能 get 到我的点。那做王嘉尔的员工会有哪些福利呢？什么福利？为什么？什么福利？员工福利。首先放假应该是不可能的，因为365天都在 run。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成就感，达到一定的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项目一件事的时候，成就感是属于大家的。合照时会贴心问对方开不开美颜，觉得女生心目中最佳的美颜级数是什么，是多少？我只问过一次，我要澄清一下。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最近好像去录黑趴女孩，然后我在 DJ 台，哎，王嘉尔打碟，哇，澄清一下，我是不会打碟的。去医院碰到谁了？去医院碰到谁啊？ Hello? 去医院碰到谁啊？错误，你难道不应该关心我为什么去医院？首先你是谁现在？我是他的男朋友女朋友。你是我女朋友？对。 OK， 重新问一下。嘉尔，你看我去医院碰到谁了？你还好吗？你哪里不舒服？你干嘛去医院？你去医院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当然不会啊。你过来啊。但是我会看一下。Hello? 我会看一下。错误，你难道
错误，应该是不会，我不会给他坐在我旁边的机会。这样的回答太做作了，干嘛呢？写诗啊？你干嘛？我跟你说，说这种话的人肯定心里有鬼，用这么多的技巧去沟通。第三题，如果同学聚会，女同学喝多了，你会送她回家吗？当然会啊，但是不是一个人送啊？错误，不会，我会。什么错误？你有没有了解人家喝多，人家在街上会怎么样？不管谁喝醉了，在我们这个聚会都是应该得到我们大家清醒的人送回家的。这是责任啊，作为奥运会气氛组担当，觉得王嘉尔哪首歌能成为奥运会的 BGM， 我觉得看你什么项目吧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。嘉尔的凡尔赛时间。这次参加奥运会呢，我很多朋友们都参加了，六个朋友都拿了金牌。孙一文是我之前呢是没有这个方式去认识的，因为我打那个青年奥运会的时候是跟另外一个女子重剑去打的，她现在这一次也有去打，对，可能是她的朋友，也算是我朋友了。就他们很冷静地发信息跟我说，拿了个牌，然后说什么 got a medal， 就跟我说，就明白吧？就我还是蛮开心的，就为他们。MV 自导自演，一条龙服务，是不是不想让任何人从你身上赚到钱？这不是免费啊，你以为我自己自导自演就人家免费啊？没有，哪有这么好的世界啊？太难了。成为新晋北京居民后，发现最神奇的一件事，新奇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每天我最希望是能喝点汤，对不对？一直找不到，有汤，但是馄饨里面的汤。真的是汤啊。请问下面人名哪个最适合加尔化音？王加尔 right？ 刘宪华 no 耳音，王一博没有耳音，白敬亭没有耳音。 A 王加尔阿伯，王加尔还不加尔化音啊？王加尔，哎，不要玩我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一博。今儿我出门差点没摔一跟斗，一跟头。请问摔跟头没有？摔跟头没有？我摔跟头没有，所以没有翻跟斗啊？不可能啊，每个人都会翻跟斗啊？每个人都会翻跟斗啊？北京口语我们是最佳正确发音是 D 阿们，北京口语叫母门呐、啊，俺也一样，就是纯正老北。哎，体谅一下，刚搬回来三个月，好不好？flag 还是要定的，万一实现呢？那我明年的 flag 可能是专注音乐，然后希望可以办到演唱会。然后我希望可以认真的做一个中文专辑。那今天我又得问了，可你是我的荣耀了吗？肯定不是他问的，问我吧、哦、他知道是问我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直接啊啊，他问的是你是我荣耀吗、嗯、我一定会看下一期嘉宾啊。就原话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因为他叫我问一个问题。首先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最近发了一首单曲叫 Drive You Home， 所以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，麻烦你听一下。那哥你过来一下嘛，立个 flag 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一直以来都是哥你负责的，打个招呼嘛跟大家。好好，立个 flag 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过气已久的蓝胖子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你家人说？我跟我家人说都在电话当中说。就不用这么官方了。每天都会给我妈打电话。好，明白。好，受挫。谢谢。